到我哋嘅订婚有啲咩好奇嘅地方嘅话，欢迎大家喺呢条片下面留言。How are you feeling love?牙签不脱，早安各位，而家晨早流流8:30，我哋而家揸咗2个钟车，跟住嚟到某个休息站度，谂住食个早餐先。好啦，其实今日咧就系跟男友工作嘅一天嘅，咁我哋今日咧其实要去睇人参屋，因为韩国秋天咧系盛产人参嘅，而喺10月份咧佢哋会有一个人参嘅一个庆典咁样啦，咁就喺距离首尔大概揸车3.5个钟嘅一个叫锦山嘅地方，咁而锦山咧亦都系全韩国最大出产人参嘅地方，咁今次咧 Josh 都系其中一个被邀请过嚟参加嘅人啦，我点会错过呢个机会啊？你坐翻个位置开始买食，我先加钱。離開首爾喺呢啲休息站咧，我好中意食蘇德蘇德啦。第二個咧就唔中意食呢一個饅頭，無論係去做嘢定係去旅行都好啦。仲有喺休息站咧，你食一個熱辣辣嘅饅頭係會令人成個感覺好開心嘅。我都好彩，因為佢今次呢個係新鮮出爐啦，佢好好食。上次同佢食過一次咧，係凍冰冰嘅，凍咗就完全唔好食啦。但係呢一個饅頭咧，其實我第一次食咧，明洞定唔知係月之路站嘅嗰個地鐵站裡面有得賣咯。嗰陣食完之後覺得哇係驚豔，而家我已經唔肯定嗰個站有冇再賣饅頭，但如果大家係離開首爾喺啲休息站度嘅話咧，係一定會揾到。我哋到啦，여기와서뭐합니까？오늘여기업체들이랑미팅을할겁니다。그다음에초짜도여기있어，바로여기있어。但我想講今日個天氣好凍啊，而家係14度咯，跟住仲要落毛毛雨。锦山人参速姐，好大呢度。锦山人参40年啊。好啦，我哋嚟睇下呢一个速姐有啲咩玩先。요리전어애기들이왔어佢系浸脚喎呢度，正啊，可以浸脚啊。人参 Americano 韩服无料体验。예진짜인가어진짜다인삼향나잖아진짜그향어어좀건강해진느낌이있어가지고그人参条人参喺度，哇哦！炸人参啊！人参切片冇白色，冇白色，你冇咁白色。啊，真噶！我真系想讲咧，我嚟韩咁多年，我真系几乎乜都试过晒咁滞。呢条友真系咩都冇试过。超神奇人参猪排、人参配嗰件，佢啲猪脚加埋人参落去，炸人参。我印象中系甜甜地嘅。然後佢仲俾咗個甜甜地嘅人參醬啦，佢話，因為佢驚太苦食唔落。即管即管，你冇冇食。축하드립니다선물처음이야이거형보다괜찮아형보다씹어수산좀달달하잖아我食紧呢一个咧，就系叫水参，系新鲜人参嚟嘅。佢存放时间系大概1个礼拜到，同埋水参咧，佢就系比较温热嘅，基本上男女老少都可以食。全部都系炸人参啊！呢度成条街都系卖炸人参。我睇到只钱都喺度，直接可以俾你卖人参。好啦，然之后咧，见到有人参牛奶，点可以唔试咧 ？What is this？ 突然谂住问咧，新鲜人参佢咁样榨汁嘅喎，你哦你，嗯，佢都几眼熟，真噶，真噶，新加坡的，没熟，인삼가루가，哦，인삼，그다음에가루가아니라조각，佢唔会系好假嗰啲人参味啦。因為就咁人參可能會好苦啦，跟住加個牛奶咧，我覺得成個係順滑咗好多，好味。我仲要 energy 飲出，頭先好眼瞓，又精神。黐線。You're just classy and trying to keep it concealed. Oh mama, I want it, just let it fall. 黑心啫你。一隻一隻，一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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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참외꽃이 人参咧有分几种啦，水参、白参、红参，跟住再上咧有太白参、黑参咁样。黑参其实算是最高 level 咯，红参都成日大家听到啦，都亦都系好容易接触到嘅。但系黑参咧就系、高好多 level 啦，因为佢嘅制造过程咧系繁复好多。咁所以黑参咧喺韩国嚟讲咧系真系唔多嘅公司可以做到咯。而大家耳熟能详嘅正官庄，其实佢哋都系卖红参为主，佢哋都系整唔到黑参噶。哇！我覺得咁樣今次跟佢過嚟做嘢咧，真係學到勁多嘢。咁本身我中意食人參嘅，但我冇特別嘅研究啦。過嚟之前咧，跟住做咗少少功課，大概知道人參係點樣分啦，跟住每一種參製造嘅過程咁我都知嘅。但我估唔到黑參喺韓國原來淨得20年歷史咯。喺韓國製造黑參嘅第一人咧，竟然俾我哋遇到，其實唔係遇到嘅，係遇到佢嘅仔啦。咁啱又同佢哋廠商傾到偈啦，佢就講咗好多黑參嘅歷史啊。機械打말리고機械打만든대량으로만든흑삼은요런향이나잖아发现原来佢比红参系真系多好多好处咁，十个人知道红参咧，得一个知道黑参嘅啫。咁当然佢嘅价钱咧都会比红参高少少嘅。咁所以头先我哋就见到好多做人参嘅厂啦，所以我先学到咁多嘢。我都今日真系冇跟错你。原來巴人當中咧，都有一個巴人係嚟自香港。咁我見到我跟住就打個招呼啦。即係開始我哋都用韓文傾偈，然之後就香港。但係可能我太攰嘅關係啦，我忽然間係 dead air 咗。然之後我問香港邊度啊？跟香港上環。跟住我問完之後，其實我自己都呆咗。跟住我見到嗰個人嘅反應，其實都有少少呆咗嘅。有少慣咗喺韓國咧。會問你住邊頭，會話啊江西嗰邊啊，或者唔喺首爾啊咁樣。我希望佢唔好覺得好奇怪，但我覺得真係年紀大咗咧，捱唔到嘢，我而家捱一晚嘢，好辛苦。啲公司係咁懟 sample 俾我哋試，我哋食咗好多啦，跟住個 energy 係被扯咗出嚟勁多，但係好精神，但係又好攰，所以好辛苦。但好似未講點解。他今天會來就是因為他今天是作為一個 buyer 的身份被邀請過來的，他本身不是做開人心的，只不過是即剛剛有識人問他有沒有興趣過來看，他個人呢是對什麼都有興趣的，所以他就好。然後我呢又聽到是一個人心，因為我在韓國沒有看過人心的東西，所以呢我就跟著他來了。보인다很귀여워눈이날아가달려다니는것같아Just crossing the eye and trying to keep it concealed. Oh, mama, I want it. Just let it fall on. If you tell me that you want it, baby, it's a done deal. Oh, mama, I want it. I want it. Oh, why you acting like you gotta wait for it, honey? I know I've been in your head like shea butter, honey. You go out and tell your friends that we ain't none. They be in the group chat knowing that it ain't one, honey. Tell your ex man, brush up on his openness. Cause I'm in California trying to put you where the ocean is. Hit the tape late like you just now opened it. Yeah, I believe that. Oh, and I know you think you're still on the low. But I heard how you feel from everybody you know.好啦，其实出差呢条片咧就系求婚片出之前咧就已经拍咗噶啦，然之后求婚片出咗之后啦，见到好多人留言同埋有 DM 我哋啦，跟住都系俾咗好多好多嘅祝福我哋嘅，真系非常之多谢大家。其实我都估唔到可以有咁样嘅机会可以同大家分享开心事，我真系觉得。好神奇，大家是见证了我很多的阶段。其实我自己都在想，如果我是观众，跟着我都有一个 follow 了很久的 YouTuber， 由他一个人然后经历一些低潮位，再慢慢见到结婚，然后甚至乎之后生 BB， 我都会觉得很感动。我明白大家讲的，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是好像我的朋友经历着的事，甚至乎有些留言在说觉得像嫁女的心情。
咁然之後唔係喺 YouTube 嘅，喺 IG 度，我都有出 post 啦，跟住亦都有出 story 啦，跟住我都見到有唔少朋友都好奇我哋訂婚嘅嘢嘅，咁所以我喺度諗緊，可能都會可以做個 Q&A 回答大家嘅問題。所以如果大家對我哋嘅訂婚有啲咩好奇嘅地方嘅話咧，歡迎大家喺呢條片下面留言啦，我同 Joshua 就揾個時間一齊回答大家嘅問題。咁好啦，條片就到呢度啦，拜拜。在这里占大家少少时间先，不知道大家最近看我的片我煮饭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到我的厨具呢？没错，我最近真的超喜欢用这么可爱的煲啊，是不是好靓啊？那它这个就是 Neoflame Butterfinger 系列。自从用了它们这个系列的厨具之后，我觉得我煮饭的时候心情都是超好，然后吃饭吃得挺开心，我觉得食物在我变好味了。所以我觉得生活里面增加一些仪式感是很重要的。那我自从转了用它们的厨具之后，跟着真的陆陆续续都有收到不少的朋友 DM 我问有关他们多少钱啊，在哪里买啊，或者有什么款式啊。所以今次呢帮大家联络到厂商，可以拎到团购价。今次提供团购价是台湾的厂商。Butterfinger 这个系列其实在韩国是可以买到的，但是他们的单价呢就会比台湾的价钱贵一点。所以如果你说加上运费，你找台湾的这边买呢就会便宜一点，都会抵过在韩国那边直接买的。另外除了 Butterfinger 系列之外，我有条片是煮香港嘢食给韩国朋友。咁我喺嗰条片煮嘅鱼香茄子同埋薯仔鸡翼咧，就系用呢一个 Midas 系列。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佢嘅手柄系可以咁样分拆出嚟噶，好方便。收藏咧系极度方便，一啲都唔会咬位。咁因为台湾系唯一一个销售店，咁所以佢哋嘅价格控制得系好稳定嘅。咁所以佢嘅代购价咧点都会比我哋今次而家嘅团购价咧系高嘅。咁佢呢个系列咧好处就系佢容量好大啦，咁所以譬如煮啲比较复杂嘅，就好似我上次嗰鱼香茄子咁样啦，又要炸又要炒啦，用呢一种好方便，咁佢就唔会咁容易令啲嘢食咁样去漏出嚟。咁佢哋呢两个系列咧。都是不黐鑊的，是非常之好用。大家可能會說，平時保養會不會很不方便啊？是超簡單，養鍋其實大概兩三個月做一次就可以了，簡單搽少少食用油就可以。但是因為它們表面有塗層，所以洗鍋的時候比較推薦是用柔軟的百潔布。今次這個團購做到10月31日，還有剛剛適逢是它們 Neoflame 的周年慶，所以會有很多不同的禮物送給大家。有興趣團購的朋友去連結看看詳情啦。My valid confirmation